生活实苦，这十八件小事能带给人快乐。聪明的你尽早知道。深夜读书，观看次数92398次。2020年7月9日。https://www.youtube.com 深夜读书，欢迎免费订阅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h9t……三更有梦书当枕，千里怀人月在风，深夜读书陪你度过一个个不眠之夜。深夜读书，读懂世界，读懂自己。免费订阅深夜读书，和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点赞或留言表达您真实的感受。如果喜欢我们的内容，不妨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深夜读书，感谢您的支持。LIBINGFU LIBINGFU 一周前一精简圈子二专注10%三日行一善四日扔一物五人生清单六求缺席福七控制情绪八学会不说九适时拒绝十好好睡觉十一独处修身十二热爱读书十三适当运动十四早睡早起十五常常感恩十六当下即是十七空杯心态十八心生光明